Hello，甭说大家好。Hello。今天我们要去干一件大事，是干嘛了？就是我们申请的口罩现在到了，要去领口罩，去活动中心。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领口罩，看看一个人能领多少口罩。好，出发。Let's go。我们已经拿到口罩了，一个人是只有一个，而且质量我看还不错，虽然不是 N95， 但是是很厚的布做的，应该是可以反复洗的，所以不错的。你需要拿口罩，首先要在网上申请，申请完之后，然后你的名单就会在他政府名单里边，然后你拿着你的身份证 ，ADF 单，如果有孩子的话，拿着你的这个，Live with Family， 也就是那个户口。你带这三样就可以去了，但他什么都没看，他只看了看你身份证，找到你名字之后，一人给一个口罩，所以一共是三个。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，可以去各地的这个市政府申请之后，就可以去领口罩了。现在终于可以拿到口罩了。哦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。欢迎订阅我，拜拜！要火上有订阅，可 like。